根据国际排联的赛程安排来看，中国女排在世联赛第二周的赛程中，需要先后面对比利时女排、加拿大女排、美国女排以及日本女排的挑战。那纵观以上四个对手，毫无疑问，美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将会是蔡斌带队夺冠路上的最大绊脚石，对吧？目前日本女排以全胜的战绩置于积分榜榜首的位置，美国女排则是在这个国际排名中位居第一。那假设蔡斌在面对这两个强敌时可以成功双杀对手，那真不排除啊，中国女排可以同时问鼎世联赛以及国际排行榜的这个榜首的位置。另外啊，回顾中国女排在首战赛程上的表现，虽然说蔡斌带队拿到了一个3胜1负的成绩，也暂时排在积分榜第二的位置，但球队仍然是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啊，例如发球软弱无力，无法给对手的一传造成威胁，还有二传的传球很难与进攻手的这个进攻节奏相匹配。除此之外，后防的防守力度也应不断加强。总之吧，全新的中国女排想要尽快重返世界之巅的话，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是任重而道远。那么，为了中国女排更好的前进啊，及时发现现存的优缺点，前中国女排队长魏秋月也选择了走马上任，运用新的身份来在背后助推中国女排前行。具体的情况就是，魏秋月受电视台邀请前去担任中国女排比赛过程的点评嘉宾，而在直播节目中，魏秋月也是直言不讳，分别点评了李盈莹、王媛媛、巩湘瑜以及袁心玥的表现。关于李盈莹啊，魏秋月是表示她基本完成了蔡斌赋予她的任务，而且李盈莹在4号位的进攻速度较之前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速。至于王媛媛的发挥，魏秋月更多的也是一个鼓励的态度吧，并表示王媛媛属于默默付出型球员，另外她进攻果断也很有这个力量。最后说到巩湘瑜和袁心玥，魏秋月认为巩湘瑜是队内表现最出类拔萃的，那袁心玥未来是仍有很大的这个调整的空间，但是她的打球气质还是非常感动全队人的。那么相信中国女排前任主帅郎平以及现任教练蔡斌看到这位内外兼修的前女排队长能够睿智这个胸怀格局担当公正客观的点评中国女排的表现，他们的内心一定也是非常骄傲的。那各位球迷朋友，对此您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